并上线参与此季美国31周年庆。Happy birthday to 美国31周年庆，生日快乐！ Happy birthday to 一大早，以一颗虔诚的心，透过云端汇聚一起来礼拜法华经去，将虔诚的祈愿上达诸天诸佛听，期盼疫情早日可以消弭。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共同庆祝，但是我们的心永远是贴在一起的，菩萨道上永远相扶持。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，把这个法上达到云端。我祝福天下太平，大家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希望还有源远流长的更多25周年、25周年，新一代的也一起跟在这个上人的菩萨道上。说来，这都是呢时间的过去啦，做这呢已经55年啦。 我把《法华经》的精神，一字一步，一字踏步，总是呢用那个踏步啦，步步是法华，就安尼一路一里一步啦，一直安尼行过来，《法华经》的精神，那就是人间菩萨道。 也是佛陀来人间一大事一年，《法华经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：“为一大事一年来人间”，就是告菩萨法，就是为着来人间呐，要告菩萨法。啊，菩萨法在多位呢，就是在《法华经》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呢。 是用安尼字字啦，步步呢，字字踏步啦，走过来的菩萨道，也是菩萨道的步步踏实，字字铺路走过来，所以感觉每一秒钟都是。 很踏实过去，我对自己也感觉这一生的生命啊，感觉我的生命有价值，所以呢，价值来自于大家每一位菩萨的生命编辑起来，该编辑起来啦。那不是有这多菩萨。 我们志同道合，每一个人的心智合一啦，哪有这一步呢？绵长的法华道路，就是因为我大家啦，所以我还是要说，很感恩呐、啊，这种宾主拥庇啦，好大多。 变到这份主的大悲心啦，安尼呢，跑过这条路来，总是呢，这都是为了秉持佛陀的教义，大慈无眼大慈，所以秉持慈悲的慈，那用悲心能伤我痛这种。 慈悲心，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是凭了这样，所以留下来，把法华精神啊铺在人间，步步呢走出了人间的菩萨道，这都是也都是因缘，所以时时啦，法。 用法更新天，用法啦来经人人一块一块的心田，互人人呢，这个心田的杂草，大家人用心去滴。我们的心有没有增长化在心里？有，时间呐，总是呢，秉持咱秉着这个志啦，就是足秉足啦，还要勇逼。我们一定呢要身体力行，佛法听来，慈悲开化咱的心，去除烦恼，和咱的这个心内呢，本所拢个变出去，去烦恼啦，清净咱的心体，在咱的心体呢，成为道场，就是菩萨的道场。所以这个菩萨道场啦，那就是爱勇逼。人伤我痛，人苦我悲，不忍众生受苦难，也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这就是佛的心体。所以啊，咱要真用心，把咱的心的无明烦恼去除，自私贪著的名利也该去除。总是呢，内心如何去行菩萨道？把咱的内心道场啦，成为天下众生的大家庭。最近啊，都看到台中真多菩萨，定定回来为精舍，回来啊，回来大清摒扫。从厝顶清扫到地板来，真的很感动。还有的呢，投入咱的农耕呐，这就是咱精舍的生活。一大群菩萨呢，都是轮流不断的回来勤耕耘，真正是吼，要讲感恩呐。真济啦，大家人转来，伫咧烤姜黄，伊嘛有番呢，唔是伫遐吼，十二东家长西家短，唔是哦。他们呢，看到这个姜黄，咧烤起来时，烤起来呢，啊，搁伫遐看经理，因就讲哦。哦，这都是伫咧治心的烦恼丝啦，它姜黄的一条一条的丝呀，因都看看白，看看底，它就治心的烦恼丝。顶顶啦，去骨的时阵，骨到石头，它就是扣诶心地诶顽固的石头。把它剪掉，把硬啊，迄个石头地啦，变成了呢熔点。这都是吼农耕啦，也是农产。咱伫咧农耕，因大家人伫咧精心产呐，所以这无不都是道场。因也是伫咧修行，所以无处不道场。起心动念呐、啊，几步动手，无不都是法。他们在这样的境界里，真正的农禅法、农禅的法，真正真感恩呐、啊！不管是当来顾家庭、清理家庭。或者是呢，当来农耕啦，维持精舍的生活，这不就是大护法吗？精舍，大家人该当做家，该做工课的时，大家人回来咯，啊，这都是好法。这自掏腰包交通会治理总是来帮忙，让咱安尼修行，想多么亲切的大家的法亲呐、啊！这个大家的法亲很珍贵，师父真感恩呐、啊！所以讲，秉持用悲普大道啦，法根心田度人间，这也是法，用法来经咱的心，这苦禅，吼、哦，那这在人间呐、啊，度众生，吼、哦，这也是一个法，吼、哦。